就是这个比较好我觉得这个很像，这个比较强。哦。好，他接我到了。这样子而已。好了，好，一题都不够了，呵呵。你的管子送来，谢谢礼物，我可以直接丢给你了。传输导管箱子那个，里面有个传输导管，因为它很多。啊、可是这样打之后，它的头在哪里啊？它有这个，这个是传输节点，游回去出来的位置。这一点一二不能游泳，哦、你知道游多慢吗？啊，这个超慢的，这个它一次游的快嘞，拜托。等一下，这里给你，这一次很多，一次就是。64个哦，可以吸收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吸收啊，反正你还要再做，看要做几个那个传输节点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吸一体出来，存放一体，不要用这个？你觉得？用 tank 吗？对啊，一体不是很多体的头吗？还是不用？说你做 tank 不是，我是说做像这个存放岩浆这个东西，就放在 tank 里吗？对啊，放在 tank 里面。啊！你要再把它弄成钉状，我刚刚好吧？天哪、啊，这么会算啊！等一下，你找咬啊！不过也是啦，不成钉状。等一下，等一下啊！没有啊，我是比较省空间。我是这样子啦，就是这种 tank 吗？对啊。哦。嗯。哇，我好神哦！你好神。我就是随便补个鞋的，冲到那个史莱姆岛上面。为什么你的桌子全部合在一起？刚好搭到哎、欸。啊？什么合在一起了？我看你的工具、配件、台部件都全部在这一格都可以点嘞、欸。好了啊，因为你全部要你放在一起就可以靠在一起，它就会可以一起点。它可以联动啊、哦。啊，你连箱子也可以啊，把箱子连下来也可以啊。对啊。哦，有人发现新世界喽？啊？我不是连在一起吗？我连在箱子就可以选吗？我连在一起没有那个哎、欸，为什么？连的不好看吗？连的不好看了吗？还有啥？有好不好看的，是不是、啊？原来有啥、啊？那打史莱姆的主要的那个嘞，工作站嘞，要有工作站是不是、嗯？你就合成台再合一次啊。史莱姆怎么样？是要打他的树叶跟树干，是不是？你要做什么？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。他们说要打上来打掉还是什么？哦，如果你是要做工具的话，你只要打地板上不是有史莱姆砖吗？有啦，那个带回去就好了。上一个工作站。所以啊，是紫色的，我要的是绿色的。他自己你不会觉得这很吵吗？还是可以听。好了。哦哦。没有，因为我那边也有这个啊，这是另一种的，它没有声音。啊，这是因为这个我是比较习惯这个，它可以设定时间秒数。它我那个也可以。树叶会掉树苗，我知道啊。可是我现在是想要绿色史莱姆球。是啊，你在那边 take 那个被 ban 的人干嘛？你也要来冷静一下哦。他说怎么只有他被 ban， 我也要被 ban。哦，我这边超多球 ban 的，你知道吗？一群老屁股在那边一直想要被 ban， 我真的是不知道在干嘛。好，拿皮鞭，拿皮鞭打我，打我，打我，抄我！他们之前就说什么，之前不是去联发，他们就说要排队，然后抽那个票，然后让我就被我打，这样我说你们是神经病吗？有事吗？树干就是哦，啊，我又要走一次了，尿！燃料输入机是什么？燃料输入机，这就是直接拿可以烧东西进去。哦，这是 I O 的东西啊 ，Tink I O 的东西。刚刚是你朋友传，关我屁事哦！你自己没有管理好你的账号，关我屁事哦！哈哈，又是你朋友，哈哈，刚刚还是我弟呢，哈哈。没有，我没有 ban 你，我 ban 的是你这支账号，谁叫是你刚刚这支账号出问题？这支账号这样讲的话，所以我处理这支账号没什么问题。我没有 ban 你，我 ban 的是这支账号，对。嗯，没错。你这样讲合理啊，对啊，合情合理啊，对啊。你用你利用你账号、啊、没差、啊，这是他的事啊，对啊。嗯。你没保护好这支账号啊？是啊。咦，有什么？你没保护好是你的问题啦。对，这是自己要管理好自己的东西。对啊，嗯，你被盗或借了，那都是你的问题。
哦哦哦，都要给它压缩，压缩再压缩哎，哦，压缩压缩压缩，可以压两层呢。我的水果超高，全部都在吃水果。哎、欸，什么水果超高？像史莱姆这个就是没有办法用无限水源那种，对不对？哦，我记得不行，跟岩浆一样吧？哦，好强迫症哦，它在流。哦，有没有那个石头吗？什么石头啊？把它堵掉。哦，不是要带回家种啊？啊，不对啊，为什么杰克你那样这样子弄？为什么不用漏斗就好了？方便啊，这比漏斗省吧？哇，凶欸，漏斗就只是体还好吧？杰克你为什么凶？都有模组了，就玩模组的东西。你现在觉得拉到过去，怎么不看着盖哥？没那么神。就他转不过去，就模组嘛，就玩模组的东西嘛。突然不知道怎么掰了，突然无法反驳，好像有点道理。零吗？零是什么？没有挖到蓝石粉，蓝石粉是什么？是打是比较省啊，省钱一个。边，放这边。蓝石和金锭，蓝石和金锭又会是什么？啊，我怎么又拿一个偶数的啊？好烦哦！我在干什么？怎么了？不是，我拿了两个泥土，带了三个素描回来。我可以问一下，假如Tinker你用了100多亿啊，请问如何快速翻到第一页？关掉游戏，再打开它。关掉游戏。我没回答到你啊，哦、没事，我把它重置了。什么听可翻到100多页？没有，左上角有一个上箭头啊。哎呦，左上角有一个上箭头，可以回到首页。你说哦，说说明书哦。哎，对啊。哦。为什么你们的听特有说明书？不是 你要自己做、啊？现在没有吗？没有啊。有一本书可以选择啊，你可以直接选听可的书啊。没有，我那本书变成植物的书了。那你看，这对他拿着按左键可以变回来。不是，你再拿一块图。哦，再做一本吧。嘿，然后放到合成配方是一个图。嘿，哎呀，那本书就算不见了。啊？他可以左键变回来啊？可以变回来。拿着它左键。哦，我看到了。Shift 左键。哦，要是全英文谁看得懂了？哦，弹弓包点。网络又爆了啦！这个石头好亮。电话。这边是没问题。我又爆了啦！烂网络。又爆炸啦！我最近一直爆啊。请问一下，僵尸之脑可以拿来塞肉吗？不行。啊，可以塞，没有肉。可恶！爆了。嗯，不是啊，做错事情，你道歉是基本的，可是我要不要原谅你是我的事情啊。对呀、啊。干嘛？你道歉我就一定要原谅你吗？我不要啊，我心胸狭隘啊。你杀了人。这个人家道歉也不一定要接受、啊、可以晒皮，可以晒苹果，苹果晒了会得到什么？苹果干，苹果干，那能干嘛？加更多吗？那酸呀酸呀，拿去晒变什么？酸呀青，道歉要先酸呀酸呀青，人家底，人家瘦什么？哎，这个什么控制器是干啥？啥控制器啊？控制器，焦黑熔炉控制器。焦黑熔炉、哦、是核心啊，它是核心啊，那是它的心脏。不是不是核心是有个大脑，有个心脏嘛，对不对？哦哦哦，好。压、嗯、缩石头，理解。要怎么压缩、哦？这样哦。僵尸脑 TC6会用到。好了，观众回答你了。TC 哦，好哦。哦，请问有没有快速合成的方式？我把一整箱的好几箱的鹅卵石变成压缩原始，有办法吗？
这好像有那种东西吧？有，记得有那个管线可以接到那个某个箱子，箱子就自动帮你合成。吼！你一定要输出是正常的东西，这样子有。我来查合成两个字干什么？就是外面做第二次。哎、欸，这个是什么？组合水平是什么东西啊？组合水平，它在倒数。合成，但是我只要杀死一只怪，它就一直往上加。就是我不杀怪，它就是会越扣越少；但是我杀怪，它会越加越多。好问题，好帅哦！哎，我觉得你们真的……杰瑞说有自动合成台，有啊，自动合成台有，那叫自动合成台啊。哦，感觉这个是要是砍怪才越砍越强哎。侦测激活塞骨块跟紫色的染料，还有另一种是石，这个比较好喝，蓝石合金合金锭。我问个问题，我按到了什么东西，我的左键变右键在攻击。啊？右键右键在攻击？对，我左键我的副手会一直攻击，怎么办？啊？怎么？我听起来这么神秘。可是我左键我副左也是攻击啊，没错啊。哦，白痴，对不起，因为没有怪让我看。好，没事，找到问题就好。找到，对对对，找到问题点了，可以了，问题解决就好。找到就好。好，我来做看看自动合成做。这样，我等下问你们教我那个包包的那个怎么用。包包挖矿。包包沉进去那个哦，在玩，十一点啦！你有那个了吗？我十一点了，好快！订阅呢？我要什么？耐酸铝。有。有工具的话就直接右蹲下点右键某个箱子就好了。有耐酸铝蹲下点右键就好了吗？你的工具有那个材料材质的话。哦，好。好，我相信我明天会再问一次。没关系，明天没事情应该会继续挖矿。哇耶，又是挖矿台。嗯，副手聊天最棒呢。没有啊，他副手不是攻击，他是副手是在挖东西。好大、哦，这个集团真的好大哦。好，可以，应该可以。再提。还是武士刀的效果啊，打怪。包包用黄金背包比较便宜，可是我觉得直接存在箱子也很帅啊。直接存在箱子不是更便宜吗？对啊，对啊，不是更有效率？你看你放到包包里面，你还要跑回去把包包的东西拿出来塞到箱子里面。我们现在只要挖下来，都是直接进箱子里面了、欸。对啊，省去手续费。省去手续费，免手续费。稍微可以，好好好。自动合成台，请问怎么使用？哇，这是要塞纸张的意思吗？我在做什么？写脚本是不是、啊？在做祭坛的，在做祭坛的位置啊。好像是要写脚本吗？这是要纸的意思吗？权限卡自动合成台的，合成纸吗？不要纸，我想上去种纸。它要电，好。好要电，是呀，还要电。当然了，那我们这么好免费帮你做的，对嘛？是要自动化的东西都要电吧？一定的，先放着。好像是哎、欸，听起来很合理啊。差不多、啊，我们就做个简单的发电机就好啦。我记得有简单的发电机可以做啊。杰克是做哪一个啊？我做上面绿绿的那个。上面绿绿的，硬糖还是？所以它绿绿的吗？对，它有点绿绿的。
天真，然后去挖矿了。我的铝不太够用。发电我之前有碰过了，明天吧，明天再弄。11点多了，嗯，差不多要休息啦，甘愿了。反正晚上没事嘛，我继续开好了。那继续开啊。反正晚上没事啊。Okay. 你继续开也顶多开个，我还没四小时啊。哦，你还没四小时。对啊。开到11点半应该就满四小时了吧？对啊，11点半。我可以再开一下。好了，11点半，11点半。嘿。好久没开那么晚了。我如果开到四小时，开到12点，可是好累哦，我不想。现在要休息了吗？抱歉，我不想。哦，